哎，美女。不加。哎，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看你有点面熟。啊？我好像在哪见过你，刷刷视频还是在网上，反正就是有点面熟。认错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感觉好像就是见过，要不你把口罩拉下我看看吧。你有病吧？哦，你说这个是吧？前两天不舒服，输过两天液，谢谢美女关心。那什么，你把口罩去掉让我看看呗，我看我是不是认错了。你这人是不是有问题？咱俩不认识干嘛一直让我摘口罩？那个、你现在大家都戴着口罩，你让我去掉，你到底要干嘛呢？你别误会美女，我就是好奇。那你要不方便去口罩的话，那咱加个微信吧，我去你朋友圈看看，肯定有照片。就当交个朋友呗，行不行？没手机，你这人真没礼貌，烦人。哎哎哎哎哎，美女美女，那什么，我这有瓶水，要不你喝口水。你